自己要那个遮雨哦。夜深人静的路上，没有车，没有谁一个人跳舞。早就忘要多少，要多长，要多久，我才能真的看清楚。总是沉默不够的，不说又不懂，没什么帮助，有话说不出的痛苦。故事他不懂，我没说，为什么别人都清楚？想太多，太沉重，太困惑，太懦弱，挣脱不了你给的束缚。过好久我才懂，我才说，我才走，会不会太慢？故事被更改，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你来，一切都变得不自然。You're right， 我离开。哎呀哎呀，是他不懂，我没说，为什么别人都清楚？帮我吗？想太多，太沉重，太困惑，太懦弱，挣脱不了你给的束缚。过好久我才懂，我才说，我才走，会不会太慢？故事被更改，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你来，一切都变得不自然。You're right， 我离开你来，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你在怎么？悄地离开你来，一切都变得不自然。You're right， 我存在。哎呀，哎呀。谢谢。
你们刚刚都去成品读书，你们好文艺 哦，你们文艺腔好重，都要配合陈永龙哦。今晚我要唱一条台语歌，哇，安尼就有，安尼就有互动安尼吼。我的台语嘛是会通，我爸爸讲的，讲啥？我爸爸就搞讲台语，我。你笑啥？你遐笑啥？所以呢吼，所以我要唱一条，有原住民腔的台语歌，互恁听，好不？好。哦，恁一定会晓唱，吼。山顶的乌狗兄。
恁着恁着是爱这款的啦吼。哦，感觉秋杰成品书举的恁们要听啦。啊，就是爱安尼拍鼓啊，啊，你们斗阵唱啊，你们听欢喜是毋是？你要唱什么歌？今晚要唱什么歌？介绍一下我的乐手，其实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认识多年的音乐好朋友。戴帽子的这一位是郑杰任老师。哇，他很厉害，他是纪晓君专辑制作人、陈建年专辑制作人、巴奈专辑制作人、胡德夫专辑制作人。他户籍在永和市民权路，对，可是现永和区民权路42号5楼。好，然后现在他的主业是在铁花村帮大家安排每个礼拜可以看到的音乐人，所以他是我们铁花村的音乐总监。好了，谢谢。所以你们如果有机会来铁花村，这边都是外地的朋友，对不对？台东的朋友举手，你们真的不给面子呢。有，好，那外地来的有没有高雄的啊？哎，高雄的啊，台北的。哇，真的哦，还有哪里的？蓝屿的哦，哇，难怪我看不到，哦，因为有海啦哦，有蓝屿的，然后还有哪里的？北京，就北京来的朋友啊，你们一定是来玩的，不是慕名而来的是吧？南京路啊，我知道。那第一次来铁花村吗？哦，你那边啊，那边星星的，对不对？啊，太麻利的哈。我以为你们都没有来，原来你们都在那边。你们真的太暗了啦。哦，我以为没有什么家人会来支持我，以为只有这一群。我告诉你，陈永龙真的在台东很少表演，我真的每次回来都是陪爸爸妈妈或者陪朋友。然后，那一年回来表演一次，这样。所以呢，这些朋友都是我在外地结识到的音乐好朋友，不像你们这些家人都不会支持自己人。谢谢你们啊，真的。然后有谢谢你们来，真的谢谢。那也希望你们有机会多来铁花村。那如果陈永龙的表演，你们也会来，对不对？对。不管到哪里，对不对？好，谢谢你们，谢谢。好了，我要讲话，我要唱歌了，我不要再讲话了。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是我跟我的舅舅邀来了一首歌，这张专辑很多新歌。那我舅舅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住在桃园的一个都市原住民，就是很平凡啊，可是呢，他只要脑筋有想法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录音笔把它录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某一次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他很兴奋的把他的录音笔拿给我听，当然有100首不好听啦。然后可是这首歌我一听，我就觉得啊，好好听哦，让我想到我的外婆，他想到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然后我想到我的外婆。那当然这首歌好像是有另外一个妈妈的角色，通常都是抚慰你心里面那个最脆弱的部分。小时候当你觉得孤单寂寞害怕的时候，妈妈都会告诉你说不要怕，妈妈在，妈妈在，妈妈在。可是你长大了之后没有这种角色了，所以你常常在自己演坚强这件事情。那坚强久了之后，其实那个需要被安慰被安抚的那个小孩都还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自己安慰我们自己，不要怕。对，如果妈妈不在你身边，我们还是要安慰我自己。这首歌就是我听到的这种感觉，听我轻轻唱。Karabaiku dia adikku mubiling
何等无辜里吗阿迪古莫勒门给了奥达努斯奈萨的姑姑卡杜有一萨尼尼拉玛奈古卡玛万达布兰萨老布莱卡纳瓦里瓦里斯达纳奥古Adikku dia karua demengat Nali tek salengseng da kaindangan Maranger ku kikalaman kanu Makeser ku Mulai ayo isaninin makeserku Nangku kiamian kamawan datian轻轻拥抱着啊我不会再害怕你牵着我的手唱我最爱的歌你的心像月亮陪在我身旁在异乡的夜晚轻轻地唱人生没有聚散哪来的忧伤我要学会飞向逆风而上飞向你眼泪曲终人散叹息感伤故事结局人生总要承受孤单那时间的河流带我去远方再回首已是汪洋好想靠在你身旁听我轻轻唱你是我最遥不可及的梦想难顾家迷呀卡玛万达家就是不只是妈妈，真的，就是是你的家长、你的长辈，爸爸也是。对，就是当我们觉得在某个地方很孤单的时候，有的时候找不到人安慰你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家人给你的支持最大。对，我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长大，所以我常常会啊，我的外婆、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对我非常好，我是一个很多爱的那个小孩。对，这首歌献给我爱的人。哇喂谢谢有一首歌我唱好久就是我当我开始站在台上真正站在这个主唱的位置的时候我就一直唱这首歌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继续唱这首歌
我刚才没有介绍另外一位，对不起，我刚忘了介绍另外一位我的乐手，他叫小鹿。大家好，我刚才就直接跳过，不是故意的。我现在要郑重介绍小，不重要吗？很重要。我跟小鹿都是从和音天使开始，对，我们两个都在后排，然后看得出来我们很像天使。对，就是不会。就是前面的人唱歌唱得很辛苦，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玩得很开心，才知道啊，当和音好好开心。真正往前走，走到正中间，要面对这么多观众，这么多想要听歌的人的时候，才知道这几步路要走好久。不过这首歌陪我这么久，因为我每次只要站在台前面唱这首歌，我就会知道说，其实我可以这样好好唱歌。会唱的一起唱吗？海洋胜利的歌声是那么的嘹亮，哎呀唱呀用力的唱，山谷里的歌声你是带不走的，歌声是山谷里的歌声。我一定要回去，为了山谷里的大合唱，我一定会尽情地唱歌，牵着你的手，那路啊那咿呀那呀吼呀哦嗨呀。是那么的美丽，哎呀跳呀用力的跳，山里的小姑娘你是带不走的，姑娘是山里的小姑娘。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山谷里的大跳舞，我一定会用力的跳舞，牵着你的手，那路啊那咿呀那呀哦呀哦嗨呀。海洋大舞山是美丽的妈妈，哎呀流呀流着呀，滋润我的感觉，你是我的眼睛更美，心灵更勇敢。我现在一定要回去，为了山谷里唱，我会回到大雾山下，再也不走了，那路啊那咿呀那呀哦，海洋太平洋也是美丽的妈妈，哎呀流呀流着呀，
谢。我要唱最后一首歌了，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大家也淋雨淋了很久。最后一首歌，我要请我的兄弟姐妹跟我一起唱。你们愿意上来跟我一起唱吗？愿意吗？愿意上来的就上来嘛，好不好？哦，真的吗？没有人要上来哦。完了完了。哦，真的吗？啊，你可以等一下，好，那你请谁都可以，就是你对不起，请到那个检录处点名一下，请先稍等我一下，我发现到我还没有唱一首歌。